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3月26、27、28，也就是周末和下个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我们来看一下好运星座，来，水瓶座的朋友，恭喜你啊！周末看场电影，心情非常的愉快哦，而且呢，逛街购物有好心情。母羊座的朋友呢，是感情有复合机会，爱情甜蜜哦，好事成双。摩羯座的朋友呢，是适合联谊，而且呢，偏财运非常的好，外出呢，旅行运非常的棒哦。周末两个星座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金牛座的朋友，感情失和，心力憔悴哦。巨蟹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外出旅行呢，要注意交通问题。各星座在周末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8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1。